同学们的阅读量可以增加。我们有问说关于主题书的建议，有什么建议？是调查同学喜欢哪一类的书。深奥，就是要做比较适合低年级小朋友的故事书。我觉得我的书好像很不受欢迎，下次我可能要选一些书名比较特别的，或者是感觉上比较好玩。我觉得可以让我知道更多的事，谢谢你陪我一起读书。今天这样陪伴哥哥读书啊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我第一次体验到那个可以念书给别人听啊，然后我觉得很不错啊，感觉很新奇，因为。陪伴他们读书，我觉得这个感觉也不错。那你觉得在过程当中你有什么调整，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更听得懂？就是一句一句慢慢念，然后不要然后字要念清楚。他耳朵就是有问题的话，我会念得比较慢或是比较大声。那如果他是就是看不太懂故事的话，我就是用简单的话语来描述一下。